자, 그래. Get it. 자제. 아, 各位同心，大家晚安，大家好。啊，应该大部分拢捌我啦吼，住伫水边的番。吼，啊，这个番唔是歹啦吼，番就是因汉人咧称呼咱本土的台湾人叫做番，因为外国人嘛，对因来讲，咱是外国人。啊，包括因来台湾了，荷兰人来，荷兰人拢红头毛的，所以叫做红毛红毛番、红毛番，吼、哦。啊，所以我之前嘛有讲过，85%的台湾人有原住民、吼、哦、平埔族还是高山族、高山族的这个基因，包括中国遐个难民1949年走来台湾。大部分拢查甫的，所以伊爱娶咱本土的台湾人，所以生落来囝嘛，起码50%是咱番的后代。哦啊，所以欢喜欢迎啦，欢迎大家欢喜来做番，哦，大家做来只番。好 ，OK。好，我今仔。要讲的这个题目吼，内底的资料拢为这个咱秘书长甲何瑞贤合著的《台湾君主占领下的台湾台美关系关键报告》，台湾最终的地位第一甲第二册，啊，甲上新的《新台湾论》吼，啊，甲咱的民政府官网啦，也是自由电子报吼，台湾海外网这收集的资料，啊，我甲整理出来吼，啊，互大家较简单会当了解吼。啊，这因为今仔时间较短，所以我可能爱讲较紧的吼。好，啊，这要讲的即个目录了哈。OK， 好嘞，啊，我简单头拄也有自我介绍，就较紧跳过。我较早民进党拄成立，我就加入民进党吼，所以我呐资深的民进党的党员。啊，但是民进党我真失望，所以有浪一阵我就不插政事哈。啊，尾也看到建国党创立。哦、我听听了这两字就足爽的，简单明了明了扼要吼、哦，所以我就随加入吧，开一万块做永久党员。哇，两年就民进党渗透入去，给你并掉的吼、哦。啊，我还佫自我放逐，啊，佮佫有一天吼、哦，伫高雄市的5号1号1号，哎，我逐天拢爱位遐过嘛，哎，本来拢走地下道，啊，拄仔阵咧做捷运。地下道崩了，所以换走电话，看到这机啊，哎，哦，这美国总公司来台湾开分公司，哦，这直销公司来这开分公司的款，就是安尼啦。遐有一天，我看报纸，小方块，咱秘书长看广告，讲到要听对一个频道，吼、哦，啊，当时要来演讲，伫武庙，我看哎，啊，收音机转来听。哎、欸，会下呢？频率堪咪有对有通呢？吼、哦！啊，伊演讲间我就去啊！哇，听到秘书长咧演讲迄个风采，吼、哦！本来令爷这个政治的这心，政治的心，规个拢烧起来，差不多到39度，啊，发烧到今啊，啊袂退，吼、哦！感谢。啊，这间分公司愈开愈大间啊！吼、哦，我啊，附加去告美国，迄个代志大条呢。哦，所以以后这秘书长吼，伊、哦、会阁写只回忆录啦，吼、哦，咱甲看伊啊，我卖讲。啊，你嘛咱来讨论咱台湾的主权的地位到底现况是啥款？吼、哦，我今仔可能会讲较紧吼、哦，啊，大家认真听着吼、哦。好来，啊，这算讲啦，大家复习一下呢吼。麦克阿瑟伫1945年9月7日。在那个东京湾密苏里舰哈、哦、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哦，不，那个蒋介石的部队是受这个命令来代替民军来到台湾占领台湾哈、哦，啊接收日本兵的武器哈、哦、，OK， 啊，但是到1949年和平条约还袂签，中华民国就已经灭亡，大败
退来台湾哈，啊来台湾，伊这是武装难民非法入侵台湾，有呐？伊那伫1945年的10月25日来，迄批有依照麦克阿瑟的第一号命令来去合法的，但是这批来迄个武装难民，我阿能作衰，人一般吼，你讲从伊拉克、美国去甲拍。因的难民啊，走去隔壁，走去伊朗，和隔壁国家甲保护。因爱做卑微、谦卑、低声下气，拜托邻国来甲保护。啊，这个唔是来刺压个，吼，压刀压枪来，啊，咱都无法哩，吼。好，啊，咱抗美案就简单去复习者，吼。2008年3月18日，咱2006年的10月24日就过啊，啊到。2008年3月18日，较地方法院判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啊，这照讲，若了解的人爱作证案的，啊，但是台湾拢封锁，所以无引起什么波澜哈。OK， 啊，这本土台湾人定义就是1945年9月7日迄天，哦，正式这个麦克阿瑟发布命令迄个哈，迄个时间点，所有的住伫咱台湾的。日本的台湾人，包括伊生落来后代，拢总叫做本土台湾人哈。好，啊，2009年4月7日，高等法院才去判讲，台湾人无国际普遍承认的政府哈。即马即个中华民国政府，毋是咱台湾人的政府哈。啊，台湾人佮活伫政治的联合当中。Okay？ 咱即马是活伫没有栅栏哈，无铁迄个铁丝网的监狱内底，较大间啦。啊，边个关的较细间，啊，咱关的较大间，安尼俩，吼、哦，差安尼。好，啊，咱看联邦的最高法院，咱去上诉嘛，受理本案，好、哦，这是头一届，咱向联邦最高法院依照国际法、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甲美国宪法所提出的告诉。啊，但是这个，伫这个案件内底，被告哈，伫、哦、这个8月7日。伊宣布国务院，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弃抗辩权，啊，因为伊认为讲，若阁继续伫迄个法院攻防，安尼辩论到着一挂内幕，一挂美国人龌龊的代志，会许咱民政府即咱秘书长来掀起来，吼、哦，啊，所以赶紧放弃，啊，莫阁讲啊，吼，啊，就照你的意思，吼、哦，就照秘书长的意思，安尼吼，啊，即就是讲，咱拢讲的拢对，所以美国国务院拢完全确认，所以唔开开始指导咱。好、哦，伫另外2009年到2010年的7月7日，就叫咱去迄个美国的华盛顿特区去挂台湾民政府的挂牌，啊，九月七日替咱办酒会，哈、哦。啊，但是2009年的10月7日，联邦最高法院宣布搁置本案待审，因为这是一个政治事件，啊，行政部门国务院。可能还未准备好势，所以以前把这个案件下在边啊。等美国政府若拢准备好啊，要宪牌，总讲宪牌，这个阿强啊，若要去批评，美国拢演习好啊。吼、哦，这两年啊，美国含日本、甲韩国、菲律宾拢一直咧演习吼、哦，就是咧隔世传染病，若要拍来无要紧吼。好，啊，但是伫这个抗美案吼。哦被告这个律师的国务院派出了这个律师 Patterson 哈，伫联邦法院答辩讲，美国无台湾的法律的主权，啊，主权伫上呀，大家拢知嘛，伫日本天皇，唔是日本，哈、哦，但是呢，伊无法律主权，但是伊有台湾的管辖治理权，啊，伊个把这个管辖治理权委托给蒋介石，哈、哦，都一直延续落来只哈、哦，包括今嘛这个哈。哦迄、那个姓马的，吼、哦，好，1945年4月7日，日本天皇下诏书，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在台湾实施。吼、哦，啊，台湾人，迄阵吼，1937年就开始皇民化，吼、哦，内地一统。4月7日，日本会当，日本政府会当在台湾征兵，这是一个主权的象征，吼、哦，伊对台湾有主权象征，吼、哦，啊，迄阵台湾人有参政权、甲参战权、参战权。有这个参战权，这就是有效忠的对象啊！哈、哦，天皇就是咱效忠的对象。啊，你若无效忠的对象，你参战，你征兵，啊，分不起哦你。
啊，你有可能吼拍家己的人吼。OK， 啊，台湾就是经过这个程序，依法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哈。啊，这就跟那辽东半岛同款，全国的辽东半岛。OK， 好，这委任关系了哈。啊，真明显的就讲，日本靖国神社阁有39,100台湾的英灵，这些人就是差不多二次世界大战，大部分拢是高扎义勇军遐个人哈。这英灵还阁伫日本的靖国神社，表示咱阁跟日本还阁连接掉嘞。啊，若无，你看像韩国迄阵韩国人替日本天皇死的，韩国独立了，人伊拢请回去哈。啊，咱也无法度请倒，就讲啊，咱要阁共国个啊，吼，啊，即个好，啊，咱大部分咱以前读个历史，咱拢敢若读着《马关条约》，内容咱拢毋捌看，吼，啊，即嘛，即内容就讲大清帝国大皇帝以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就是天皇，为着两国个合约和平，吼，啊，订即个合约 ，OK。啊，当然无可能天皇对天皇拢派出天皇甲皇帝出兵嘛，一定委托人。清朝派吕鸿章，啊，日本派这个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哦，啊，拢叫奉谕旨来哈，哦。OK， 好。啊，第二条的内容是讲，大清帝国将伊所管理下开地方的权利。在堡垒啦、军器、工厂，甲一切属公的物件，永远让予日本。注意哦，永远哦，并无退行的哈。哦啊，伊讲第二项就是讲台湾的专岛，甲以及所有的附属的国岛属哈，包括澎湖列岛，啊有这个经纬度，啊这个中间的这主岛屿拢是哈。啊，佮有派两名的官员以上。划定疆界的委员就地踏勘，确定划界。咱民间敢那土地买，拢嘛爱叫地政署所派人出来监界、定界桩。民间就遮慎重，何况讲是这国家的领土的割让吼。而且伊含带伫台湾大清的居民，含你两年以来，你若无爱做日本的臣民。你也这样变卖所有的产业，哦，啊，退出界外。你看你要搬登恁大清帝国，还是要搬一堆？哦，啊，那两年搞无签署，就足以视为日本臣民。好，哦、，OK。人当初遐九万的百几年前，人日本就照国际法照步来，有乎你，乎咱两年，乎因汉人两年的收割期，但是中华民国来。1945年来，敢有予咱思考期无呢？用行政命令，1946年啊，1月12日，就甲咱集体规划，哈，叫做中华视同中华民国国民哈。OK， 啊，咱即马来比较有关台湾地位的国际条约、宣言啊，啊法律伊位阶来个比较看嘛。相关的就是这两个，这属国际条约。这个是两个国家，大清帝国跟日本帝国签的。那么这个有51个国家签署，48个国家上等人的国会有通过，啊，有三个国家无通过哈。啊，过来这为这个独立国啊，台北合约是中华民国跟日本签的哈，但是伊的母约是旧金山合约，但是这个在1972年。中华民国跟日本断交，所以这个合约准无效呀，就失效呀，哈。因为日本去跟阿强啊建交，所以这个合约就失效呀，哈。台北合约失效。那么美国台湾的关系法，这是美国的国内法，哦，这位置就搁较低啊，哈。啊，开罗宣言就卖讲，嘿，开罗谎言，哈。OK。好了，啊，咱个小结就讲，台湾的国际地位就日属美占。只是中华民国占据这个台湾治理当局在这里代理哈。好，啊，咱来看讲，美国
军事占领台湾的法律依据有啥？啊，伊的指向有啥？哦，我有列差不多26条，啊，这足多啦吼，我可能等下无都讲完。这26条呢，你若有法都记差不多10条，处理跟人讲，就应该足好讲的，大家就听个信心信。那么剩的16条，你若一定甲背起来上好啦。OK， 第六名呢？哈，第六头拄仔讲过啊，哈，因为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所以美国有权分配盟军占领区。咱台湾包括北越迄个北纬16度线以北，拢爱向蒋介石元帅投降。啊，那么北韩哦，北纬38度。就向苏联军远东区的总司令导航。啊，越南是向英国甲澳洲这边导航，啊，拢有因拢有和国家徛名到头前，唯独台湾无写中华民国蒋介石元帅，干那写蒋介石元帅呢？我所以美国以前可能想讲以后。建了一个国共内战，啊，上面也上面输，唔知啊，所以可能预留这个伏笔哈。好，旧金山合约哈，第二条 B， 日本放弃台湾，只是放弃台湾的管辖权哈。第二十三条 A， 确认美国对日本，包括台湾、日属台湾，伊是主要占领全国的身份。来，第三，对日合约所拟定，这是。51个同盟国协商，啊是杜勒斯主导，杜勒斯就是美国的，后来做个国务卿，哈，啊，迄阵是美国总统聘任伊来主导，包括分配，哦，啥物人要占啥物所在呢？哈 ，OK。好，咱看台湾关系法，伫1949年4月7日订立，但是1979年1月7日追溯到迄个时阵生效。好，因为今天若无追溯到一月一啊，中会断绝哩。哈，啊，这是美国依照旧金山合约，伊有权利到迄个义务来定义。哦，啊，毋捌听着讲英国台湾关系法，啊是法国台湾关系法无嘛？哈，表示咱跟美国一定有关系。啊，台湾关系法内底第二条 B 甲六 B 之六甲 C 有规定，维持美国的能力。以保护台湾人人民的安全，甲伊的人权，包括经济制度稳定。美国唔是食饱上瘾吼，伊就爱过来保护台湾人民的安全。那唔是其他，那唔是咱家己保护家己。啊，咱爱让美国来甲咱保护。伊爱过定一个美国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哈。啊，因为是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好有权利甲义务，爱来保护台湾。在1996年台海危机，迄阵彭明敏跟李登辉咧选民选第一届总统，啊，李登辉讲两国论，阿强啊做袂爽的吼，我着社会单伫加人外港外海，甲高雄港外海，美国虽派两只航空母舰的战斗群来接护台湾，哦，一个伫北台湾，一个南台湾，反正即个海面吼，啊，这是美国克林顿总统。以依照台湾关系法，伊叫这个权力派兵，唔是使来华联外海咧看海豚呐，吼，也爱开足侪钱的吼，迄航空母舰战斗群、海面舰啊、水下佮有潜水艇啊、佮有护卫舰啊、佮有电管空中预警机、战斗机爱保护迄种，足麻烦，爱开足侪钱吼，好来。爱爱想到爱花那么大的心思光景来保护台湾，表示伊对台湾有责任哈。来，1982年美国雷根总统对台湾有6项保证，啊，这是因为要跟阿强啊签8·17公报进前，迄阵台湾民心浮动，啊，蒋介石就透过特使去甲美国讲。我阿哩要签名签这个，还是《白旗公报》哈？啊，台湾人人心浮动，可能会来乱。啊，所以
要求美国爱发布一寡安定台湾民心的这个六项保证，啊，所以美国连任的总统就派 AIT 的迄个处长李杰明提文件来到总统府，迄阵前夫做外交部长官，哈，做翻译，一条一条讲，哈，咱来看伊内容。美国无伊对台湾的军售设下杂志的日期，就要继续对台湾军售的对哈。美国未对台湾的军售的议题事先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主张，唔免甲伊参详了哈。美国未伫中华人民共和国压力之下来停止对台湾的军售哈。美国未修改台湾关系法，对不？美国无意是要扮演台海两岸的中介者，注意这两岸是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哈。美国未施压迫，和台湾人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谈判。第六，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主权的主张，哈。啊，这李杰明读读的了。自己个炸弹啊，没有留下什么公文书的对啊，无白纸黑字啊。美国哪里做这款贸易政策哦，拢无白纸黑字。干那对咱台湾民政府进行公布有三张白纸黑字，大家拢看到哈。OK， 好，咱嘛拢唔捌听到讲其他的国家对咱台湾有任何的保证甲承诺。啊，这比如讲两个人男女朋友的关系，这个可能是男女朋友，还是已经同居啊，还是已经论及婚嫁。男朋友绝对会甲女朋友保证讲，啊，你若嫁我吼，啊，所有要开，我另外个都家庭要开销的，了我个五万块，互你买水衫裤啦吼，一定会讲一寡好康的。做保证，啊，无人他要给你，吼，啊，表示因已经有啥物关系啊嘛，起码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哈，啊，无他要给你保证，要给你承诺，啊，你若嫁我，我就会对你，我就啊，我结婚，我就买啉酒啊啥，拢一定会咧承诺哈。OK， 好，台湾唔是国家，这是2004年10月25日，美国诶前迄个国务卿鲍威尔所讲的哈。伊讲中华民国唔是国家，台湾嘛唔是国家，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注意哦，国家主权。咱台湾人吼，即个独派定咧讲个，伊拢咧讲人民主权，唔是国家主权。好，那么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呢？这怪怪吼，境外的国呢？因为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内法。啊，台湾可是境外，哈、哦。咱台湾人要去美国，哦，嘛是爱签证，哈、哦。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即马由即马中华民国地理当局来代理中间，哈、哦。好，美国是一个中间人，哈、哦，伊拢唱了后壁，模糊政策，伊派中华民国做头前，爱美到后壁，就咧。人报的一样啊，人去先中间人啊，吼、哦，像迄个中间人安尼。台湾当局的总统，无论是两蒋啦，还是阿迄、那个李登辉、阿扁啊、马英九，拢爱看美国的脸色。哦，台湾对，把美国对台湾当局，拢说三道四，指东指西，吼、哦，拢讲啊，这里这样子，那边这样子，安尼，什么都要美国说了算。嘿，啊，那公布。伊若毋是咱个头家，也是有啥物关系，靠安尼吼。你看2000年阿扁也算着五年空，阿扁也咧就职，爱讲四不一没哦，吼、哦，这就是予美国操控甲指导。哦，那无别安尼啦。所有国家个总统若算着要就职，绝对欢欢喜，讲我起来我有啥物好个愿景，我一定要做个安怎安怎，予大家好生活吼、哦，做个一个啥物。像瑞士这个较好的国家呢，无人咧讲，起来我无要做这個，无要做迄个。好，啊，咱来看四不一没有，伊是讲啥？第一，伊讲不宣布台湾独立，两国论不露馅，
不举行统独公投，不变更国号，没有废除统一纲领，还是国统会问题，大家思考看看。靠一个安尼，不，还是选一个放屁总统了，我上面好像什么都不做安尼哈，我这些哪不讲美国是最后的头家，无可能发生这款代志。来，你看美国对台湾的这个压力有多大？所有中华民国这个选的总统，选到吼，拢来接获美国贺电，这个就是干哪一般命令第一号蒋介石。一脉相传的，一直传落来到马英九安尼。好，阿扁啊，2004年选总统，先不当拍一枪，啊，连任甲爽诶，2000年都拆开，叫阿扁啊渔翁得利。啊，即卖从甲做温调诶，无想到迄个枪支激起台湾人的凝聚力，拢冲出来投票。啊，因安怎讲温调啊，无要紧啊，马仔阁继续选举，继续。投票要紧，我输20000+票，啊，无到30000票，所以阿扁也阁赢。哦，拿军就唔冤啊！哦，你会记伫凯道乱，好无？那赢霸占凯道，哦，咱另赢等待美方白宫贺电，迄、那个心情自由心吧。底下乱到要一礼拜，乱到阿扁也挡袂了，就问迄阵的美国在台协会这个夏新，迄查某的，一个安尼。拉丁裔安尼三战了无？哦，哎啊，因两个迄阵交情袂歹，吼、哦，啊，夏金就真正去问白宫讲，啊，他贺电遐久还袂到，白宫甲讲，恁中华民国中选会若甲迄个当选的证书打起来，公告打起来，半点钟内贺电就到，后影。你打拿军嘛得到消息，好两边拿你就多游来游去哈 ，QQ 六六，甲玻璃啊拢尖尖破有无？但是打起哩都使用贴啦，但是相应的去拍啊，传去到美国，半点钟来贺电稿，拿军咧就消防员，就退架、退档，佫发袂开啊，佫操嘛不好啊，哈。好，啊过来你看新的 AIT 内湖的。新馆金湖路100号，哈、哦，这占地20000平呢，哦，差不多7到8地，啊，开美金1500000美金，即马听讲佫追加预算，唔知佫装甚物好个设备入去内底，好、哦，啊，这个地下室哈、哦，地下碉堡会当防核弹攻击，租期是99年，佫加99年，哦，啊，这加阿扁啊，迄阵做台北市长，就加阿扁啊，诶。福尔摩沙基金会做的哈，啊，这要要完工了，要进驻800名海军陆战队啊的队员，这根本就是一个新总督府的架势嘛，啊，啊，这是一个东亚防卫通信的电站指挥中心，啊，所以你看伊咧起的是电管拢看磅礴，不要你翕相，你为其他的大楼安尼翕的，拢看了磅礴呢，看袂内底伊咧变啥。所有内部的这个结构的起，拢是美国为美国运这个材料来台湾做，各拢因美国的人咧做，无台湾人。台湾人干来当做外围的迄个围墙，哈。好，你看防御性公投，阿扁也伫2004年1月16日宣布举行防御性的公投，哈。啊，这个防御性公投。美国找无理由甲反对，因为正当性足好个啊，吼、哦。但是伊这个公投的内容，爱首先和美方过目，美国看惯 ，OK， 他一定办公道，吼、哦。OK， 啊是安那不要英国，还是法国，还是苏联看，吼、哦。大项都要看美国的目色。好，啊你看蒋介石伊代理民军来占了台湾。伊伫重要的庆典，还是会议，还是就职，拢穿军装，哦，因为伊知影讲，伊是代理美国军政府占领台湾 ，OK，
所以呢，伊迄阵有出去韩国访问，去南蛮访问，伊就穿西装啊。啊，去菲律宾访问，伊嘛穿西装，因为知影伊出去就唔是啊啦，吼、哦、，OK。啊，这看好，然后真看明，这里就蒋介石，吼、哦，伊伫日本读士官学校，步兵的士官学校，哦，底下咧讲西北啊，吼、哦。更多欠不够钱去翕相馆翕一张啊相嘞，吼、哦、，OK， 穿一本服装哈、哦、，OK， 好，啊，咱来看军事基地对比，菲律宾有美国的克拉克美国空军基地，啊，搁一个苏比克湾海军基地，那么琉球有加索纳空军基地，甲普天间基地，啊，搁来古巴有关达纳摩湾基地。台湾有清泉岗空军基地，啊，这顶管遮拢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哦，这拢因为战争，由美国所占领的，哦，所设的这个军事基地，哦，为遮安尼看，就知影讲，台湾确确实实是美国军事占领地，哦，好，啊，这个1979年以前美国承认流亡的中华民国，但是1979年以后美国跟阿公的建交就跟中华民国断交、哦、美国随制定这个台湾管理法来替代麦克阿瑟的一般命令、哦、其本质就是代理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授权书 OK、啊、改称台湾治理当局不再说中华民国了、哦啊、也规定所有美国的官员不可以跟中华民国的官员在公开的场所见面、哦、回答嘛、哦啊、这流亡政府也是继续统治台湾、哦、包括阿扁李登辉总统都是他们是中华民国总统不是我们台湾人的总统、okay、好来、啊、我们秘书长控美案的意涵我们来讨论一下2006年的10月7日哈，秘书长跟228名向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地方法院提告，而且咱们哦困一个许寒地方，秘书长困碰床，碰椅啦，唔碰床。啊，我想讲迄碰椅遐低吼，啊，我做阿翻的啦，翻身的。我若翻下就拉去涂骹落来，我、哦、所以困了足歹困的，我头五分钟就原地蹦着咧，像咧煎鱼啊，五分钟爱蹦着，哦，都无啥困的。来，啊，这美国华盛顿特区的这个联邦地方呢，收惊，敢那收惊，比如对着讲咱赢一半，安怎代表讲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权，包括司法管辖权。你接下来看看哈 ，OK， 啊，啊，这阵是用台湾人权的保护的诉求过的哈，因为一般国家是袂使过，所以咱用人权，结果也受惊哈。啊，是安怎？干那向美国提告，佮也无向法国，还是其他的国家提告？哦，啊，伊佫干那受惊哈。好，啊、台湾有咱美军驰援，咱来看莫拉克风灾。马英九通令各驻外使馆不接受外国救援，伊讲钱来人唔免来。哦，你看这人我爱钱。哦，甲咱台湾人不把台湾人当人看，咱台湾人比迄个高沙还较食力。人伊起码嘛把原住民当人看呢，不把我们当人看呢。哦，啊，伊有意思要中国解放军借这个机会入来台湾救灾，入来伊就准备不要走啊，哎、欸。美国不是省油的灯，美国在台湾2000多个工作人员得到消息，好、哦，国防部的派军机、军舰运送救援物资来台湾救灾，好、哦，而且无人机就载迄个为琉球载迄个防水胶布哈、哦，一挂防水建材来台湾哈、哦，啊，军机呢？军机会当随便飞来人个国家的领空领土吗？啊、这是印证美国仍然是旧金山合约第23条台湾之主要军事占领全国、哦、
你看这个啊，注意，那个差不多四五个月前吧，土耳其有一架军机在地中海啊，塞上挖这个叙利亚的这个领海，就迄个叙利亚甲用防空飞弹甲炸落来。你看，连甚至里边还不一定呢，还伫个领海外口，就用拍入来。啊，你这军机会当飞入来中华民国，所谓因中华民国台湾这领土，啊，他中华民国他有军机无去甲炸落来哈。哦，过来。2012年的去年5月20日下晡，美国军机佫改再一次降落台湾，一架这是行政专机哈，军用的哈。啊，载甚物人？美国派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哈，罗斯雷廷纳，还是共和党的哈，率领国会议员来台湾祝贺马英九连任台湾治理当局局长，哦，诶。登基典礼，局长啊，台湾治理当局局长，啊，该注意，迄典礼是下早10点，啊，伊那下晡才来，根本无甲你当，甲伊当作细汉的就对啊。咱要去参加人的喜宴，那请中道的，咱敢会讲下晡才来？我人请了啊，吼。为者来看，就是讲美国若无啥咧信马英九啦，都咱秘书长也定讲个啊，直升机来5分钟就载走啊，都像迄个马可斯，菲律宾的马可斯，伊安尼贪污啊，天怒人怨，啊个选总统个做票，啊所以因菲律宾的人拢去抗议，甲马坎人讲围起来，都要政变了对吧？啊美国看办者，迄压袂落啊。准啊，迄个马克思讲，来我派直升机甲你载，载来夏威夷，吼，啊，真正就载去夏威夷，啊，伊这个马克思的这个政治生命就无去，到尾来伫夏威夷病死嘛，大家破病死，哈，同款咯，可能这个局长原来甲载夏威夷哦，吼 ，OK， 好，啊，这个药无换这个。好，安尼较平均啦，无歪一边吼。怪怪呢。啊，3月11日，吼，伫今年，即个日本大地震吼，啊发生核子灾变，美国伫3月18日撤侨来台湾。啊，中国咧上惊死个，上大声撤侨，吼。啊，法国原来有撤侨，一部分是撤去韩国。哦，啊，大部分拢撤登去法国的领土哈。啊，你看美国 AIT， 美国在台协会哈，伊伫桃园的机场，伊家己设海关，啊，中华民国海关靠边站，哈，奇怪哈。啊，美国现在无要就近撤侨去美属关岛，还是因夏威夷？啊，因美方。AIT 禁止桃园国际机场自设海关，海关两个你凊彩说哦。海关是代表一个国家的防疫的这个检疫站呐，哈，啊，加人员检查的所在。啊，这是因为伊是依照旧金山合约第23条，伊是主要的占领全国，台湾是伊占领，所以会当回来。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对因美国来人来讲，这是回来因国内呢。好，哇！另外，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内法，是美国进行订立并实施哦。进行订立拢无含咱台湾人参详哦，依法要安怎就安怎，就甲订立啊，搁实施哦。这是因为美国是占领方，啊，咱台湾是被占领方，这个上下位阶哈。啊，这是头家甲新罗的关系，会使安尼讲啊吼。会啊，我杀唔着鸡啊！阿姐可能感冒头晕晕，啊，头拄啊搁食烧酒鸡。讲到烧酒鸡，我咱那一般女孩子那生囡仔，拢爱食迄个麻油鸡酒吧，这就是。
平埔族的传统哈、哦。你那，你妈妈那代那生你的时候，拢有食毛羊鸡，就表示你就是平埔族的后裔哈。你看，像那美国会当带中华民国通自设海关，表示海关是国家主权行使的象征。你敢若你若是国家，你开你会当家己带设海关，恁其他国家的人要来，你带爱恁本国的哦中华民国的领事馆爱申请签证，摕迄个签证来到中华民国的通海关验了，较会当互你入来，对不？哎，你流亡政府的海关欲握有，注意握有非拥有，今台湾的主权是日本天皇的，就敢若一个所管章。但是暂时，迄个美国人握有定掉咧。但是迄所官证名还阁写日本天皇，因为无过户，哦，握有非拥有，哦，美国没有拥有台湾哦，伊敢那握有台湾的管辖治理权。好、哦，啊，这我讲呐，比咧做男女朋友，你来看假咯，男朋友牵女朋友的手握有，不代表拥有。人不一定要给你，嘛不一定要给你娶，哦哦，啊搞清楚哦，哦，握有台湾主权的美国，哈、哦，不，流亡政府一对这个握有台湾主权的美国无权对丧失执行管辖权，也靠头家要来巡工厂，啊工人讲你袂当你来看，无安尼吧。哦，袂当去管头家就对，头家发要来，你要安怎看就顾在伊看，你袂使甲管哈。OK， 好的，安尼，啊，咱主人若要倒来，迄、那个看门果嘛无权审查主人。咱倒来咱兜的是到门口锁匙摕来，开了就入去对无？咁着去门边个只狗哥哥，我要入去，敢袂使？免嘛哈，安、哦、尼。两千公佩尼，这个玉山四号政经并推，阿扁也邀请马英九，迄阵马英九已经动算了哈，但是马英九拒绝，但是 AIT 迄个处长杨朱立，堪比军的官员，注意看美军官员，嗯，坐这个云豹假车入去横山指挥所观察视察，视察督导，哎，横山指挥所是咱最高的这个指挥所啊。啊，上机密，竟然让予美军会甲官员会当入去，安尼你甲想，头家想来视察呢？好，过、okay、来，南太平嘛，南海太平岛，好，这个有一个太平岛对啦，嘿，看到电脑牌讲南海太平洋岛，我不是拢要想迄、那个。哈、哦，南海，咱的南沙还有一个太平岛哈、哦，这个中华民国立委超低调赴南海太平岛宣示主权，拢无记者随行，佮套前一暗，就飞，就去屏东机场，住伫屏东机场内底，透早会使讲半暝啊，偷偷摸摸飞出去，飞去到太平岛，伊啊宣示主权，敢有即款宣示主权，遮低调的。埃尊邓海廖提议讲，要求海军陆战队重返，因为较早是海军陆战队咧守，啊，即马，李登辉做总统了，就改海巡署，吼、哦，伫遐咧守。啊，较早海军陆战队伫遐咧守的是有海虫速飞弹，但是迄拢甲，所以海军陆战队拢撤退，都拢撤掉了。啊，即马要阁重新恢复装置，但是 AIT 反对而作罢。AIT 是一个民间组织，竟然有法度管中华民国军队，你要装备什么设备？好、哦，这些单位都一定管因中华民国。OK， 来，还、啊、有美国下令涂销中华民国迄个车轮牌，迄、那个各式军事武器哈、哦。你看，这本来拢有搭一块国药，国药拢无去啊，好、哦。这依稀可见了哈，
哦，这依稀可见，好吧？啊、哦，这依稀可见啊，拢摕掉，是安怎？我来看一下。美国国务院有讲恐怖组织三要件，来，不是国家，有武器，伫当地征兵。你看宾拉登啦，哈，宾拉登不是国家嘛？宾拉登冇武器，宾拉登伊用伊伊斯兰回教迄个教义来，那个处罚人家当地人类这边替伊做圣战士，哦啊，用自杀炸弹有啊，哦，这个恐怖组织三要件，哇！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哇，有哈呢？中华民国有武器，哦，搁美国卖伊个啦，啊，咱台湾人出钱啊，哦，台湾人有够空诶，台湾是美国的前线嘛，会等于咱做兵，啊，搁买武器，搁咱家己出钱，啊，来过美国的大门大门口，啊，搁爱家己炸便当，哦，有够空诶吼。伫当地征兵，啊！你讲话这三个拄啊拢是中华民国有符合，所以咱必须顶个过吼。你讲你若无改中华民国的武装解读吼，美国甲你过吼，美国惊着，所以头拄啊遐电车，美国拢叫因遐国友拢爱拆拆开。好 ，OK。好，台澎金马加入 WTO 是美国协助用独立关税领域。哦，来加诶，名伊加入诶，独立关税领域代表啥？就是军事占领地诶意思。哦，咱是军事占领地，所以较爱用独立分离关税领域这个名义来加入哈。啊，若无美国协助，无都加入哈。好，阿扁也买罗林进前有刺杀飞弹，好引起美国关切。来，最新一期的国防新闻哈，就刊有报道。阿扁也伫下令前一两个月下令试射一枚中程飞弹，这差不多可能有差不多千五公里哈。啊，随引起美方的关切，随派一名国务院的官员特别来到，应该爱讲中华民国国防部哈，这写唔对啊，来查证。OK， 啊，迄阵呢，国防部前国部长蔡明宪讲，美方对台湾试射飞弹感觉真关切。一名国务院的资深的官员，过一礼拜就来到伊的办公室，问伊有刺杀飞弹无？啊，蔡明宪讲有啦，敢若刺杀呢，还未正式生产。伊佫甲保证讲，阮遮的飞弹吼是用来防卫，不是攻击。我家己做的武器，就爱讲无。我这支刀啊吼，若伊三刀啊甲我劈，我是甲堵咧安尼尔，我无要甲抬。干完呢？攻击是最好的防御嘛。啊，竟然咱都要低声下去甲讲，啊，阮是防卫呢，不是被攻击，吼、哦。安尼上是头家，好、哦，好。啊，受美国军事管制，哈、哦，哦，受美国管制军事武器发展的国家有韩国、日本、台湾，我足多这种美国的占领地，哦，建楼的时拢是美军的占领地。啊，管制内容有啥来？第一飞弹的射程，差不多前两个月，韩国伊本来美国敢若准伊伊的飞弹敢来顶做迄个差不多300公里的射程，两三个月前开放飞顶800公里，因为北韩愈来愈唔是款，所以美国就开放射程较远的800公里，就包括所有的北韩的境内拢射的这个所在哈。过来核武研制，你看这三个所在拢未使做核武，哦，包括中华民国迄阵，因个中科院哦有一个核子反应炉迄个研发的遐设备，但是伫特别成功，伊偷偷咧，蒋介石嘛讲我们不制造核子武器，结果偷偷咧做，做到特别成功的是伊个副院长，吼，一个张义宪的款，啊张宪义，我袂记啊。那是 CIA 的这个派的人哈，伊甲一寡资料，哦，确切的证据资料传好，啊，美国随派人来甲接走，哈，啊，美国随派人来甲遐核子武器，啊，封迄个种为拆毁，啊，为用阿门陀空起来，哦，封甲你封锁起来，对，啊，你看，
伊对台湾来讲，用这个来给你贴，来给你大封条，吼、哦，用暗度给你控。因北韩咧，即马拢咧试下咧发展核武，也是伊人，伊奈无爱去甲封锁，伊太无权，吼、哦，干对台湾有权。OK， 过来暂时军事指挥权，韩国因个军队个指挥官是韩国人，无唔对，副指挥官。是美国人，但是呢，平常时拢韩国人咧指挥，但是呢，咧战争的时阵，就换美国人副指挥官出来咧指挥啊，吼、哦，安尼有奇怪无？吼、哦，啊，台湾嘛是啊，台湾人连咧试一个飞弹，美国都爱来干涉哈、哦。好，啊，小姐，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一切依法行事哈。哦啊、美国总统是受国会甲因法院咧监督，唔敢凊彩违法掠来吼。你看像这个尼克森，干了一个水门案的下台一鞠躬哈。OK， 国际社会拢了解台湾的真正的地位，就咱干咱台湾人吼当局者迷哈。哦，咱家己被蒙在鼓里，因为中华民国吼、哦、太够骗嘞，骗了够成功，这68年甲咱骗到安尼戆戆。头拄啊，只个迹象哦，那个地震哦，他一撮往这边。美国一直在管辖台湾治理中，哈、哦，一只一只撮哈，我按撮我撮起戆，哎，好、哦、啊，所以美国到今嘛哈，一直在管辖台湾中了哈、哦，只是你讲我也无看到美军，也无看到美军的军装，其实。美军在台湾，伊拢穿便服啊，吼、哦，所以你无看到美军穿军服，唔是一定爱穿迷彩装，才是美军咯、哦，哈、哦。你即马现在雷达站重要，雷达站、监听站，拢是美军穿便服咧执勤，包括金德乐山基地啊，拢是哈、哦。好、哦，美国从未离开台湾。一直占领之中啊！啊，我讲遐济26个，啊那，你那咱出去讲讲，伊讲无我无看到，安尼你叫伊去换一个目镜，啊就去看眼科，哦，听没有？目睭都哈巴糊着，啊？给你们，可以啊，你找电脑做，摕个随身碟去啊 copy 哈。可以copy，无专利的，欢迎翻译，欢迎copy，广为宣传，感谢。好好康的，大家到时候报哈。OK， 来，咱来看台湾主体建国的模式，咱来探讨看嘛哈。来，咱来看古巴伊安怎建国的模式。美国跟西班牙哦战争，伫1898年的10月7日，伫巴黎签这个。巴黎合约，西班牙放弃古巴，这跟台湾作共吼。割让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哈、哦。美国协助古巴，1902年5月20日独立，协助古巴独立是美国协助的哈、哦。OK， 好，因为你甲看古巴跟咱台湾的境遇来比较，拢是因为合约被放弃，但是古巴独立成功。台湾到现在地位未定啊，这是因为古巴伊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干那殖民地才会当独立建国。啊，台湾是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哦，跟辽东半岛同款，所以不可以割让，不可以独立啊。好来，菲律宾的建国模式嘛是同款，是因为巴西合约，美国为西班牙取得菲律宾，啊，因为菲律宾伊嘛回独上台湾。我较早就拢做者台独分子哈，拢要甲中华民国引落倒的。啊，因菲律宾嘛有飞毒，诶，反抗军游击战，哇，不止去游击去打美军，啊，美军就派兵去甲追剿。啊，因为菲律宾大小倒4000几个，啊，较大2000几个，啊，遐、那個、飞毒的，你弱者，我就走迄个倒。哦，2000几个倒固在伊走，美国敢若弱到头壳摸咧烧。我好来来来。你给我管10年哦，
我就给你建国，吼、哦，就是、这样。所以，伫1937年，不，1946年哈，菲律宾美国同意菲律宾自治十年，哈、哦，了就建国。好、哦，啊，但是，伊要给伊迄个建国中间，煞日军攻陷马尼拉，菲律宾跟这不，麦克阿瑟跟菲律宾的总统一同撤退。迄阵麦克阿瑟麦帅，拄啊伫菲律宾咧做总司令。阿菲律宾迄个麦克阿瑟，伊是西点军校优秀诶毕业生。伊一世人上无民主，就是即个三个后尾，伊规个菲律宾就迄个日本军甲占领起来，好、哦、啊，所以撤退伊到澳洲。OK， 一直到1945年到诶，就是日本投降。伊1947年7月7日，菲律宾伫美国协助之下独立建国成功。啊，你注意看，7月4日，所以菲律宾的国庆日，跟美国同款，吼、哦。啊，那你搁注意看，咱2010年，美国行政部门叫咱替咱伫美国成立这个台湾民政府挂牌，嘛是7月7日，所以这个7月7日意涵很深，对吧？对。好，啊，咱来看琉球反乱模式，1952年的2月2日，琉球民政府成立。因这个琉球民政府嘛，就行政、立法、司法。好、哦，琉球的因家己的人民组成的政府，琉球人来管家己。因为美国人是讲英语，琉球人讲日语，干那语言就袂通啊。啊，过来，美国人伊是左驾制，啊，日本人是迄车右驾，韩道路的正边。好、哦，你干那交通规则就回家。好、哦，炸落来讲，你才塞一边，啊，跟他维系未通，我都要小怕，哦，啊，所以一定战后爱军事占领了，爱成立民政府，哦，就是咱即马安尼，哦，民政府 ，OK， 迄阵用美巡的金票，琉球人爱用美巡金票，唔是用日元哈，一直到1958年才用美金，但是1972年返还前，日本人若要去，琉球人若要去日本的本土。爱用美国琉球民政府所发的这个旅行证件，哦，对，这个旅行证明书，啊、哦，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哦 ，OK。啊，即马咱各美国要求讲，咱嘛要有旅行证件，咱有身份证了，咱若要出国，嘛是要有旅行证件。即马在进前到半年前，美国有摕这个，请人摕这个样式来给咱看 ，travel document 哈、哦。啊，这老鹰就是美国，这美国国土安全部哈，我发的 ，OK。啊，咱已经有办啊，啊，但是美国的国务院跟国防部要搁咧吵，因这两个单位是较对立的。中华民国伊的上司是 AIT， 啊 ，AIT 上司是国务院，啊，咱这边民政府的上司是美国军政府。啊，佮去的是美国军那个国防部哈、哦。你看，琉球美日签订琉球反乱协定哈、哦。啊，这伫1972年五月，十五尼克森政府甲琉球反乱后日本的政府，啊，这属南洋岛。啊，咱注意没有办公投。啊，伊这个时阵会当签这琉球反乱协定，就是日本政府跟美国政府协商，日本政府甲问讲啊，我爱佮。赔你偌济钱，你较要甲琉球还我？美国政府甲开3亿2千万美金，我还伫40年前，咧真大银哈，还、哦、算一个战争债，甲这个战争债还掉，就一定签这个反乱协定。啊，依照这个协定，伫1972年5月15日，就规个还好日本政府，但是保留两个军事基地，对吧？普连坚甲加佐纳基地 ，OK。闹啥？哦，迄主炸都拢闹啊！因为飞行机都飞来飞去，有时啊载落来一伤着啊。遐美军底下有时啊有一挂需求，好、哦，好，好啊！你莫问我，佮讲嘞，我会回应。好、哦，啊，都美军有很多需求需要琉球人提供嘛。好、哦，啊，都一定会出代志个哈。啊，较水个拢互你带去。好 ，OK。
啊，这六十几年来，咱伫中华民国的党国教育之下，足侪台湾人去哦，教讲咱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吼、哦，啊去认同中国，啊所以是安怎？嘿，占85%以上的本土台湾人，啊选举选出迄个10%的这个中国人，就是因咱足侪拢去哦同化去啊，吼、哦，去哦洗脑去，所以认同，因认为讲做中国人较高级。啊！人外国人是看到中国人是，因足讨厌中国人，所以现在因中国人去外口拢会用排华，吼、哦、排华就是这個原因。因拢无认同当地，因为因中国人是属人主义，伊去到对生落来拢讲因中国人，因未认同迄个所在。你看美国伊是属地哦，你若伫美国无人机啊，美国船顶生囡仔，生落就是变美国人。所以是安怎李青安大巴肚。哦，就赶紧想办法，要走去美国生，生下来，因咧囝就美国人，吼、哦。因中国人，足爱摕迄个美国，还是加拿大，还是澳洲的护照。因中国人足爱摕外国人的护照，怪奇怪，吼、哦。啊，所以因家己不认同中国，啊，叫人爱认同中国，啊，因家己摕外国人的护照，啊，就绿卡。今麦咧做。国长迄个就是安尼啦，因祖囝拢做美国人对无？拢摕美国护照的吼、哦。OK， 好，那咱个2008年还是2012年，流亡中华民国咧选总统这个大选，咱个动作统独公投，哇，咱输呢，这结果会变成统派台湾呢，因为公投是有正当性哦。啊，你那这那个动作公投哈？哦真正台湾，伫国美国，伊外国人看，啊，恁家己台湾人欢喜要做通牌的台湾嘛？你要让中国统的嘛？哦，啊，让个中国甲你合法并吞嘛？你卖叫是跟迄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吼、哦，共国的，因为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对不对？所以今天是毋做危险的。所以现在美国一直动台湾袂当独立公投，就是这个美国有先见之明，啊，若无咱真正凄惨哈。因为这伫国际法对我来讲是合法有可能的。哦，到迄个时阵，美国还是日本想要插手干涉嘛，真困难。因为呐，恁家己欢喜甘愿的要让中国人管哈，啊，安尼台湾人就。轮日永世浩劫 ，OK。好啊，如果咱啊台湾真正有独立建国成功了，啊，咱有啥物责任？有啥物义务？有啥物风险？哦，咱来分拆看卖。第一，来台湾人爱纳税，台湾人爱去服兵役，顾家己保卫台湾，爱家己去买武器，啊，去发展武器，哦，这都要开足侪钱。啊！伫还未加入联合国之前，咱要致力防止中国武力并吞台湾。哦，其他的国家无法律、无义务出兵干预，因为咱毋是联合国的成员国。哈、哦，啊，咱即马来看，以东帝汶以独立建国来做例。啊、哦，这个就是东帝汶，这个印尼。哈、哦，都东帝汶安那作衰啦，边有一个罗马国家。啊，咱台湾边啊嘛，一个罗马国家，哦，叫做中国。好，当地文伫1975年的11月28日，从葡萄牙独立，成立当地文民主共和国。但是伫还未来得及加入联合国，干那是九天后，马上就迄个印尼军入侵并占领。伫1976年的这个7月，变成印尼的一个省，叫做当地文省。伫这个以后的20年的中间，统独抗争。这修建差不多40万至25万人，哈、哦，这真惨重哈、哦。好，1999年8月30日，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举行了全民公投，哈、哦，绝大多数的当地人投票同意同印尼独立建国，哈、哦、，OK。但是公投了到9月下旬，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内，印尼军杀了差不多1400人的当地人。并摧毁了东帝汶大部分的国家基础设施，造成到今仔日东帝汶又阁是足
善车落后的国家级，大部分的物资拢爱靠外国援助。啊，这款的独立结果，咱来警惕哈。OK， 一线之隔，咱来看新墨西哥跟墨西哥国来做比较。这个是新墨西哥州，啊，下卡这灰色的这是墨西哥国。啊，你来看，这墨西哥国的国民很喜欢跑到这边当墨西哥州的州民，降一级咪嘛欢喜。好，先啊，因为这个国家民主、自由、富裕，啊这边好、哦、善恰，哦啊那个毒品一堆，啊较乱哈、哦。啊，所以这个边界哈、哦，美国啊头啊莫咧烧，因为这个边防的不是拢爱抓遐逃入因。潜逃的比较墨西哥的人就对了哈。啊，这里你看，美国跟加拿大这个边界，啊，这两个水准差不多，所以就无迄个问题，无人要走来走过去，哈。OK， 好来，啊，这里一海之隔，共军占领中国，这红色中国，啊，美军占领台湾，啊，中华民国代理占领，哈，的管理。虽然那两个比起来，虽然比上不足，那比这个绰绰有余哈、哦。OK， 台湾那伫美国的军政府管辖下自治，哈、哦，一定唔免驻兵啦，啊，佮免税，咱的进出靠美国拢免税哈。啊，而且国防佮军费有美国负责哈、哦，啊，将来。的经费将来好啊，建设台湾做一个东方瑞士的理想家园哈。好，啊，咱过来探讨用台湾的名来入联，还是中华民国要反联来分拆看卖哈？先来看台湾的名要申请入联，这个是算新的国家，所以申请用申请入联。啊，这是一个旧的国家，较早踢出来讲，今麦要阁转去，好，啊，咱来分拆看卖。要加入联合国的资格是以国家做基本单位。哦，啊，咱台湾敢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也唔是嘛，哈、哦。因为咱国家的认定有一个标准，哈、哦，咱来看，第一，爱有永久的人口，爱有固定的领土，过来爱有政府，哦，啊，过来爱有外交权。啊，咱就来看台湾，台湾有永久的人口无？无呢。唔是有呢，咱即马即个永久即个人口是日本的天皇的子民，只是国籍被悬吊起来，所以咱即马无国籍，哦，所以无台湾无人口，无法理上的人口哈，固定的领土，有啊，即台湾我拢住伫遮，但是即块土地唔是台湾人的，是日本天皇的，我讲我有政府啊。嗯，这政府是中华民国政府，唔是咱台湾政府，吼、哦，所以嘛无政府。而有外交官，咱有23个小朋友，非洲遐小朋友国家，咱有建交。啊，你甲建交公报摕来看卖，因咧签的是签中华民国，唔是签台湾，迄是中华民国跟人建交。啊，所以中华民国这个媒体也足要求，好康的拢报因中华民国，啊，那歹康的就报台湾。哦，那断交同，哦，台湾又与啥物？巴布纽亚新几内亚，什么瓦戈亚一堆的，迄拢等等，讲个跟民断交，迄个凶。台湾与哪一个国家断交？我按那建交就中华民国与某一某国家建交，中国人做啊生一套，因做啊生文字游戏。你讲像讲咱来踢卡球，因中国跟日本踢卡球，中国队打败日本，安尼上赢，中国赢。中国队打胜日本，啊嘛是过赢啊！无论你是打败还是打胜，拢中国人赢。好、哦，安尼文字游戏有够胜无？好、哦，啊，都秘书长嘛讲，啊，建筑的建筑，伊甲你讲，转个方向前进，或者转进。嚯、哦，因做个，我迄讲啊，迄个因家己报纸报哦，国共内战的事，嚯、哦，建筑工。佮写个敢那真鸟，你就听我讲，我军就是中华民国军哈、啊，我军
转进神速，足紧的哦。伊撤退足紧的，讲伊五斤转进神速一日千里，吼吼，照刚才飞呢。啊，讲共军追赶不及，安尼有够有够歪无？有够文字游戏无？好来，啊，你嘛讲用台湾名要申请，家己联络讲。台湾目前的地位是日属美占嘛，吼、哦。台湾目前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吼、哦。啊，咱若台湾要建国，头拄啊迄，咱毋是国家，所以咱来先建国。啊，要建国爱有五个步骤，用基本的吼。爱、哦、美国军事政府入来台湾，啊，终结国民党这个政权，啊，互咱台湾民政府主治，吼、哦。咱台湾爱返还日本，像琉球同款，爱先返去日本，吼、哦。啊，咱若要独立，爱阁请母国，咱的日本母国制定分离条款，爱阁拜托因的参众议院的议员，爱制定一个分离条款做法源，咱唔开会当台湾公投决定未来，看是要家己独立拆开跟日本的关系，还是要做邦联？还是要跟其他的国家合并，反正你若要离开日本这个母国，一定要日本政府、哦、日本天皇同意、OK、啊，如果没你看这都有一个法定的程序，国际法的法定的程序、哦、这样你如果有公投说台湾要做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样其他的国家就会跟我们承认，我们就有办法加入联合国、哦、啊，如果没我们都一声有这就要跳到上面，就要公投了，这都不要工作，这无理啦。外国人吼，人外国人是法理情吼，啊，咱许中国人家家拢变情理法，家己欢喜爽就好啊。我都要，我都袂瘾做美国人，袂瘾做日本人，我都要做台湾人。我台湾要建国哦，讲到冠冕堂皇，啊，结果五六十几年啊，独排崩了壁，行袂出去啊，吼。好啦，今物来。监督中华民国，伊要安怎重返联合国？你看，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的2500号的决议文，伊内底意涵写啥？伊讲，把蒋介石，吼、哦，驱逐出联合国的国际组织，吼、哦，包括联合国，包括国际组织，哈、哦。啊，你看，伫联合国，其实中华民国这个名牌要滴的呢。哎，椅啊，嘛拢个滴咧，只是这条椅啊换人坐呢，啊，怎换上咧坐？迄阵讲着毛泽东的代表，我迄阵只是中华民国迄名牌啊滴咧，啊，这条椅啊，甲蒋介石的代表赶出去，啊，叫毛泽东派代表来坐，所以中华民国要去伫联合国啊，啊，你即摆要安怎重返？迄条椅有人坐啊，等于讲你讲重新申请，你个。买一条刀啊，一条新的椅啊，吼、哦！啊，你咪看联合国，即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五个常任理事国，哈、哦，一定反对，哈、哦、，OK。好，啊，伫国际法的规范的定义，中华民国伫1949年，我十一月、十二月遐就死亡啊嘛，无法度代表中国。伊迄个伫迄个就死一摆啊，啊，到1979年，他们。伊本来美国要加承认嘛，但是1979年，吼、哦，中华民国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迄个佫死一摆，多死两摆，所以伊已经无多代表中国嘛，吼、哦，敢若剩金门佮马祖，这算一个残余的国家。OK， 啊，中华民国已经死啊，要安怎返去？要怎么返联？吼、哦？哦，我讲个口干舌燥。好来，啊，台湾国还未出世，要哪入联？咱还未独立成功，还未建国成功嘛。啊，所以你看，啊，一个已经死呀，啊，一个还未出世，哦，所以这些拢无可能。好来，另外来讲三个精神病患加医生的这个故事。啊，对了，好，
紧啊啦吼，哇，来硬硬，铁骨刷硬硬。迄个有三个精神病吼，伊送去伫个精神病院咧治疗嘛吼，啊医生每三个月拢会甲叫出来检查看有较正常无，啊若正常就会当会出院。啊即嘛叫来了，叫你坐好，来，啊就住伫个墙壁画一片网做大地，啊画一个喇叭式的把手，哦，啊来，啊恁哪恁好个人，恁拢会当为只出咧，好两个就。天光就撞起来，两个手枪要开这个门就对啊，都开几波开袂开。啊，另外迄个就多，另外迄个那两都害呢。啊，医生就讲哇，这个要有救，这个有救。啊，医生就甲问，啊你那不爱去开门出去？你好啊，你会当出去？无啊，迄两个笑的。啊，锁匙伫我家，伊无甲我提锁匙，要哪出去？哇！哎，医生，我哇，这个搁较食力，吼、哦，好啊，自以为是吼、哦，对吧？啊，你看，这三个病人拢无承认家己有病呢，拢认为好个呢。吼、哦，头前两个去从要开门个，迄是拢无台湾医师，人叫开门，伊就装咧开门啊，啊，无想讲迄真个假，吼、哦，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啊，这个差不多无党无派啊，啊，什么人来管拢好啦。啊、第三个是独派人士啊，自认为握有台湾独立建国的钥匙啊。啊，说是伫我无伫我遮，啊，我民进党都上大党诶，你无找我，你无找我建国，袂太成功，安尼。哦，好啊。哦，啊，咱这个医生是 TCE 的成员呐、啊。哦，今仔咱大家吼、哦，拢来遮，内底遮有效的成分拢来。抽出来来解毒啊！吼、哦，因为我都细汉那算家庭无好啊，吼，啊所以也无通好啊读册，所以我册也读了较歹，啊好个再读了无好，所以中毒较浅，所以做个解毒个，吼、哦，我刚刚听了咱秘书讲个，哎，这个对个，我就解毒啊，吼、哦，啊有个做个读册，哦，愈读愈。愈中毒愈深，你甲讲哦，佮堪你收钱，自家暗棍仔紧捉挂掉个，有啊，吼、哦，我原来拄捉者，啊，咱拄着即款个吼，咱来堪能，迄、那个言语爱柔软，你莫堪伊安尼原来讲较大细声，迄安尼讲袂成啊，吼、哦，有一句话讲，台湾俗语讲，软蛇拖牛，有啊，用一条蛇软软着甲牵起走啊。哦，爱用这步，你莫硬拄硬，伊走你落。哦，你若加一支棍仔电壳壳哦，迄只牛讲你要甲拱，伊走你落。哦，我都敢若咱若以后要入联合国，都爱先时间到啊，好唔是哦。好啦，咱理想的建构台湾的未来模式，好来，咱看，伫君主美国君主政府下，咱的台湾民政府，予咱台湾人管家己自治哈。好，啊，依照立陶宛的模式，拒绝军政府体制下的选举，即卖的中华民国军政府体制下的选举，咱呐卖去投票，予伊低于50%哈。OK， 过来，伊呐投票率低于50%，伊就是住台湾。诶，统治诶，正当性无去啊，吼。好啊，啊是咱会当依照头拄仔讲诶琉球诶返还模式，吼、哦。啊是来跟日本结盟为邦联，啊是联邦，吼、哦。邦联就是像迄个大英帝国国协安尼，吼、哦。因有50几个国家，啊，贴迄个英国女王是个虚伪效忠诶领袖，啊、哦。啊是联邦，即个像美国。每一个州，因美国每一个州是一个国家，啊，因50个州、50个国家结合成一个联邦，哈、哦。台湾是一个不成的航空母舰，这是麦克阿瑟跟你讲的哈、哦。啊，咱应该台湾人应该爱亲美日来共同防卫台湾。啊，进国民党的媒体，哈、哦，拿军的媒体做啊，跟咱栽弄的，调讲用美牛事件
来塞拢咱台湾人来反美，啊，用马奇奥拍迄个司机的事件，安尼连续一礼拜，安照三顿阁挂消息，一直咧报这个日本的马奇奥跟啊这个朋友男朋友咧拍咱的台湾的司机，吼，互咱仇日，吼，咱卖中计，人因马英九咧连中制台，啊，咱煞不要连美日来反共，吼。反马英九，好，啊！即咱台湾啊，边啊，即个罗马国家，啊，咱顶边是咱的母国，啊，这边是咱的占领全国，啊，咱台湾到最后头，像头拄啊我讲啊，当地阮边啊一个罗马国家，印尼，啊，我定想讲，如果啊咱台湾人卖大家啦，哪来是这样在话好？伫遮吼足近呢。哎，两三百公里，迄飞弹拢射会到啊！啊，遮十万八千里，看伊飞弹外高射。为若要做一千粒飞弹，吼，爱开足个钱，迄拢爱足外粒个吼。哦，哦，那安尼外好个吼。有时候想讲天方夜谭，我想，我咱民政府啦，即种吼，咱集合全世界上好个科学家来发明两项物件，对啊，一个。上大机专制，上大机去上来久啊，甲台湾下骹久好长。啊，过来发明专制个上大粒、上有力的眼影倒嘞，甲塞来遮，塞到遐搁浅。好啊，这任务好恁哦，恁去发明啊。OK， 好啊，这。自由时报报的吼，伊甲苏联买乌克兰买迄台瓦良格号吼，迄空壳船倒来要倒，即马倒好啊，我咧煞无即条歪仔索啦，啊飞行机落来煞无法度交掉，所以伊的飞进航空母舰顶原无飞行机哈，啊买甲俄罗斯买，俄罗斯阁不爱买安那，伊较早甲买苏改27哦，本来比如讲买甲买300架，结果买100架了吼，就开始仿造，后壁讲200架讲不爱买啊。啊，所以俄罗斯起码买，你即摆要搞买只歪仔索，袂瘾买。哎，连一条歪仔索都无法度做个国家外强，吼、哦，对不对？这歪仔索爱做甲会 Q 会软，佮有够硬，有够用，无人机安尼扭落，袂拽断，吼、哦。那拽断麻烦了，都栽海落来呢。吼、哦、，OK。所以变成驳船，吼、哦。那比如说讲变海上旅馆。哦，啊，这就瓦良格号，哦，要修千根千根安尼，这拢唔免 GPS， 咱人看哦，有烟底啊，飞弹啊，伊啊射就对啊。哦，啊这，你看伊做烟的技术遮歹，做甲拢熬烟，即只我甲号做台语翻做瓦良公号。啊，另外这拢无无人机啊哈 ，OK。哦啊，比如你讲的足够食，好你好。啊，你讲哦，即马足侪人咧讲哦，中国即马科技偌强咧，军事武力足强咧，互咱看。人40年前，那个阿姆斯壮吼，就登陆月球，那个不小心撞上去的。40年前，人就登陆月球啊，哈。啊，那、啊、我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哈、哦，人的欧贝龙都隆起来了，哈、哦，四十年前，啊，咱的啊，伊哥已经伫1980年九月的附用人造卫星，甲洲际弹道飞弹来保护美国本土，啊，成立这个太空作战司令部，哈、哦，不，啊，到去年阿强啊，迄、那个还搁咧学习太空舱对接，还搁咧学太空漫步。还差40年以上啊！哈、哦，啊，即嘛有人讲，哇、啊，台湾经过多年来民主选举了，了后就逐渐转变成主权独立的国家，干嘛呢？啊，我兄弟啊，来甲恁租厝，啊，该阮拢投票讲，阮即间厝变阮的，啊，四年拢投一届，大概拢通过，安尼到尾也就变做阮的啊，干嘛呢？不可能嘛，哈！这
国际法无这个法源，哦，国际上嘛无这个先例。啊，台湾的战争在阿未行，哦，主权还阁底下伫美国手中，掌握在美国手中。哦，你若无日本政府跟美国政府参详讲，啊，无是要赔你偌济？你阁当作讲啊，着台湾是琉球的十倍啊，安尼拄啊32亿个美金，佮个利息加一倍互伊啦，64亿互伊好无？啊，若咱日本政府无爱存哦，咱来甲所有台湾人无款应该有啦，吼，甲美国赎回来，自我赎身，吼啊，无人要英雄救我们，我们自己救。啊，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呢，哦，啊，这作假来的呢。大家拢，大家认为拢讲台独那战争是阿强阿要甲咱拍，唔是哦，吼、哦，看好，解读美国首都直言，台独就是战争。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哈、哦，佐利克，伫美国的众议院关系委员会啊，美中关系的听证会上明确表示，让我。清楚的说，台湾独立就是战争啊！哎，这几个副国务卿，一级的美国主要官员，如此直率的把台独跟战争直接紧密的挂钩，这是过去罕你看到啊！伊讲，这是因为我把话讲个清楚，独立就是意味着战争啊，这意味着美国要出动。陆海空军包括海军陆舰队这四个军种，美国要跟我们打呢，搞清楚哦。这块地台湾地是我美军西作的美国大兵作的航空母舰，那个神龙特工队哼顶面作的飞机让你们打载下来，死伤无数，财务损失啊，这足惨重的，好不容易地下在我手里，你们台湾人要跟我拿一堆，你们来看嘛，算这条小，你们要搞台湾提一队，所以台独代表战争，哈、哦，是美国要派这四个军将要来安排，哦，爱搞清楚，哈、哦。啊，咱这个台湾公民身份证这个意涵，哎，注意看这個，就 USMG TCG， 哦，这是美国发给咱的这个编号，哈、哦。啊，咱是依照这个法律，哦，咱就有法源依据的，哈、哦。啊！你看，咱只有一个 class 有分类哦。那本土台湾人，包括伊个后代吼，较会当摕着 TW 这个身份。然后 TW 的身份人，靠以后那台湾的办选举，就这人靠投票选举权，有参政权哈、哦。啊，那刘鹏中华民国遐难民，因个 class 因来请会使，但伊个 class 叫做 CE Chinese exile 哈、哦。啊，这个。因是甲咱居民尔，吼、哦，因都无投票权。OK， 好，点啊吼，安尼，迄、那个工商服务时间到，吼、哦，进广告。来，啊，药啊吼，血管呢是较无效，食几工啊，一礼拜就食了啊。啊，那迄大罐呢，会当食一个月。啊，这较细贴，这种较细贴。这个若要读一礼拜就读了。台美关系关键报告，台湾跟美国的关系非常重要。啊，咱拢无搞，拢搞不清楚，咱走错方向。比如你讲的走错房间，吼、哦，你若无看这本，有可能会走错房间，走错方向。你讲要台北往南行，啊，吃力啦，吼、哦。所以这本足浅显，一礼拜你就看好啊。啊，这本足好读的。这打基础用的吼、哦，这差不多高中用书。好来，头拄爱高中用书还是大学用书？啊，这个是差不多研究所的啊。啊，歹势摕倒边。吼、哦，这本做有效的大罐，搁食较久。吼、哦，这个要读一个月啦吼、哦。这你若一个月读的了吼、哦，我就算给你配合啊。吼、哦，啊你若无买这本细本的。直接来读这本，可能爱读两个月，佮读了足忝的。你想讲太安呢？吼、哦、啊，所以基础拍得好，吼、哦。就譬如讲，咱若要学英语，无你嘛讲26个英文字母先学 A， 吼、哦，这先学 A 啦，吼、哦。啊，看来看这本你会足紧张，吼、哦。啊，台湾的差不多所有的解答，
拢伫即两本会当看出来，吼、哦，会当得到答案，吼、哦。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日讲到这，感谢大家，大家做个拍片，谢谢。谢谢 Kelly。今日各位先请坐。